院病床怪事多，医生被吓到腿软。因为那个病人才刚走，然后他就跟那个空床讲说：“你已经往生了。”恁个师公卡来骂啊！你坐伫人个门床啊，顶边有一个噪音，那一直甲你吟呐。今晚九点，同学来了。我们在52台被撤照。我们在 YT 被限流、被黄标，我们在脸书被检举、被降触及，我们全都遇到过。但是我们不放弃，让真相被听见、被看见。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 App， 这里永远不断线，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， 因为这个 App 非常贴心，中天的新闻、直播、节目全都在里面，一次满足。